一大群绵羊塞在狭窄的通道，迟迟没办法前进。这个时候，一只牧羊犬大显身手，利落地跳上羊背向前冲，驱赶塞在最前方的羊群。短短十秒解决了羊群大塞车的问题。澳洲一个退休高尔夫球选手早前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饲养的卡尔比牧羊犬协助放牧的影片，他精力旺盛，熟练地在羊群中跳上跳落，敦促羊群前进，专业的身影令不少网民激赞。卡尔比牧羊犬是中型澳洲牧羊犬，咪睇佢体型较细，佢能够胜任放牧牛、绵羊、山羊等动物。好多人都话牧羊犬是狗界学霸，佢哋识得协助主人控制羊群，学习速度非常快。而家疫情严重，佢都识得在家工作，系咪想用眼神控制羊群啊？